全球核联呢，主要是针对这个发射任务组织实施开展的。那么工程各系统呢，进行这个接口和流程的这个试验验证，整个核联正常完成以后，也就表明了我们这个梦天实验舱任务发射各项条件呢，准备就绪，就等待正式的梦天舱发射任务。 本次任务是空间站在轨建造的收官之战，现在任务也进入关键的加座发射阶段。我们各系统持续开展设备设施复查，扎实做好零窗口发射应对措施。